几年前，我毅然决定跟随马爷，从事了一份特殊的职业。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你心里的结吗？还是需要你自己来解呀？你不相信吗？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。你想怎样？我认识梅梅吧，也是在这太平间。我好像看见车丽了。与死者为伴，只有逝者才是最真实的。